今天又来到美丽的宜兰飞长，来飞屁子，小屁子，海淀园。哎，好，准备发动引擎。哎，是。戴起手套，打开。这个场地的草皮很软，很适合飞后三点。好，打开计时器，然后想转过来，来冲场。拉高，再一次。有力了，这个不会是有点面阳光。来停水，这体重太高看不到，重来。
摔的，适合这样的。看一下记录，最高转速，哎，没了，7140转，最高转速7140。温度最高107度。